众美女入场，哇，众仙女。Hello Hello， 哇，挤得进来吗？挤得进来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麦克风，哇，请进请进。来，我们进来一点点，哇哇哇！跳的有点累，哇哇！我们需要分两批吗？再往里面走一点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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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哇这每一个腿都要闪瞎我了。我们要不要把桌子往前一搬一下下？我们要掌发，我们要把握住三分钟时间呢。女神帮我们搬桌子。好，真不好意思。来，我们请你们跟大家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在前面高的在后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要不要直接坐下来好了，好吧？让你坐，好吧？来，前面坐着好了，这样后面就不会那么辛苦了，好吧？这样子，好，来来来来，请向我们中天娱乐的朋友们打声招呼。Hello， 中天娱乐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血钻石。嗨，好，一个一个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血钻石的队长林恩。嗨，林恩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血钻石的舞蹈担当易云。嗨。雪钻石的甜美担当 Shiny， Hello， 我是雪钻石的油条担当。哦，油条，油条，油条，我还没想我名字。失礼，失礼。三岁，我三岁，差点叫你油条了。以后变油条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钻石的一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钻石老妖闪闪。哦，老妖啊，老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钻石的一清。大家好，我是雪钻石的高冷担当华婷。耶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钻石的雅轩。哇！哇！网友说我的眼睛已经哇，闪瞎了！太多美女来了，太多美女来了。哎，真的，我先提问，你们每个人的腿怎么保养？谁可以告诉我一下？因为我好想要你们的腿，我从来没有这样。哎，谁可以告诉我你们怎么保养？我觉得就是练完舞一定要按摩跟抬腿。哦，抬腿很重要，是不是？你一天抬几分钟？就晚上睡觉敷面膜的时候抬腿。哦，真的哦，哎，不会很酸吗？当然还是要买，买到越麻越好。所以就是人美就是要就勤劳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油条妹有人点名了，油条妹，油条妹。为什么叫油条？因为我随便讲个撩话，撩的话好不好？好好好。你送我一支口红，我每天都还你一点点。我哈哈哈哈哈！太离谱了，太离谱了，又没听过十。老妖为什么要生气？这个大概用了有800次了，800次。有人点名高冷的，来高冷，你为什么高冷啊？因为我就是话很少，然后平常就是可能不熟就会散发一种很难靠近的气场，然后每个人一开始都觉得我很难靠近，这样。对呀，因为我在笑啊，不笑可能就很可怕。那你不笑给我看好不好？你摆什么臭脸啊你？拽什么啊你？来，老妖，你几岁方便讲吗？18，快要19。哇，快要30岁耶！哎，那当榜内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姐姐有没有很特别照顾？就是特别欺负我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欺负大家。没有啦，他们很爱我。调皮是不是？是，也不会。姐妹戏才，就是吵架不和嘛，叫吵架戏嘛，好玩啊！哎，不过你们都是从选秀节目出来的，那个压力之大，你们年纪又那么小，你们怎么排解这个压力啊？其实我们之前有时候就是每天都要练到凌晨3、4点，天哪！然后隔天就是早上一起床，然后就要马上给陈琳老师验收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就是，其实那时候刚问到腿怎么保养，我们当时每个人腿都是 OK， 每个人都 OK， 然后怎么露啊？因为我们还要露腿，我们后来就是用护膝，就带2层护膝，然后上场的时候用遮瑕膏。天，对，就是可能荧幕面前看是很干净、很漂亮的腿，但其实我们都是上卸妆都是 OK， 真的。之前我听说。他真的是油条，他真的好可爱的油条，我好喜欢他。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欧阳妮妮？哎，真的很像，很像，像那个洋葱，911的洋葱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好可爱哦，非常可爱。我喜欢洋葱。谢谢。那你喜欢像洋葱的油条？像洋葱，哎，听起来很好吃。跟吃的有关，不错。哎，不过我
想知道，因为你们导师是杨丞琳，你要不要帮我们就是爆料一下杨丞琳私底下有没有很严格，还是说真的很好的？陈琳老师这个人呢，一开始看就是非常有距离感，对，跟高冷的一样，跟高冷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后来我们整个。就是看到腻了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看到腻了，这句话太厉害，而且他太亲和了。我们没有，没有腻，没有腻，就是我们看到他已经不会有，就是已经忘了他是偶像了。对，他是亲和，没有包袱，他像我们妈妈的感觉，妈妈，妈妈，对，像妈妈一样照顾我。对 ，OK。他做过最暖心的事情是什么？有人可以分享一下哦，陈琳。比如说，我们之前有办两场演唱会，他每次都没有跟我们讲，但是第一次他直接现身，对，自己来给我们支持，然后第二次是我们每一团都送花，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都有。他邀请我们去他看他们的演唱会，对，哇，不用钱对不对？买不到票，然后我们就去看演唱会，对，他们去不用钱好不好？好羡慕哦！你们会住在一起吗？需要？我们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平常怎么培养感情这件事情？因为刚开始一定都不认识。相处每天打架，来，我数到三，你们要共同指出一个人了哈，谁的个性最差？一二三，个性最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个性差，他是我们团里面的推人担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一言不合，因为现在你也会学我推的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。因为以前排舞的时候就是比较急，比较赶，因为时间很少。然后有些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忘记他会在哪里，然后我可能刚好在后面，然后我就直接把他整个搬动到他最后位置，他会整个我后面一直离这样子，然后把他搬过去。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啊？因为他更是好说的时候会还是会忘记，然后有时候时间真的很赶，比较急，我就会自动把他这个整个人这样搬过去，而且推一次就记得了。你就用踹的了，那你的副业可以当推拿师哎，够力有没有？哎，可是这代表说他的脑袋很好，因为坐的位置都知道。好，那时间的关系哦，最后面跟大家说一说你们的新年愿望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有没有想先说的？来，一人一语，每个都可以说，每个都可以说，我们一人说一下。那我们先来，膝盖受伤的先来。好，那条先来。我希望雪钻石能够红红火火，然后有接不完的活动，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大红大紫赚大钱。我希望疫情赶快过，让所有的演艺人员都可以接好多好多工作。没问题。我希望也是雪钻石方面，就是呢，虽然现在可能还不够完美，但是未来今年我们会一直进步，所以请大家再多多关注我们。希望各大厂商、各大老板可以多发出我们的表演活动，让我们有饭吃。赶快发代言，代言赶快来！老板也帮我一下，这里老板也要好不好？好，来下一位。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团员呢，可以就是超越自己过去的自己，比赛的时候都更进步，未来的发展更好。然后也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大家都平安健康。耶！小妹来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接到很多工作，赚大钱，然后雪钻石可以一直这样下去。大家都很现实主义哦。对，我希望今年、明年还有以后，雪钻石可以有越来越多的工作，然后可以赚更多的钱。但是多穷啊！哎，大家多穷啊！大家，我觉得大家都把我的愿望都讲光了哎。我的愿望是以上。对，我就希望大家的愿望都成真，一切顺利。就是压轴那讲个不一样的，是，对，因为大家都是以工作跟钱为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身体要健康，一定要健康，很健康才可以工作。因为本人那时候节目结束之后挂急诊室之后，人生走一遭就觉得健康很重要，真的，就是希望大家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还是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哇，下次我们那个主题人生跑马灯非常重要，下次要谈，下次要谈人生跑马灯，找你来，我没有跑。你们是晕倒是不是还是什么？有人晕倒，然后有人就是有点，就是爆肝，我肝指数太高。天哪！好了，要保重身体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健康身体才能赚钱。OK， 谢谢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青春。
春得霸 case， 真的是不一样。台中力宝跨年 Go， 超大咖降临开唱，萧敬腾、顽童、安心亚连续两天双演唱会嗨翻天，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，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，按赞订阅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新闻不漏接。